他这个探头是用亚森一 K 钢做的，大佬啊。它黄金其实是很好的导热体温，不科学的 OK。它这个角度其实是真的很好推，我很大力一下的嘞，但是我没有觉得痛啊。就是你可以推你这个下颚骨的穴，没有油的，一滴油都没有啊。Amazing。今天的影片呢是跟之前的 style 是非常不一样的，今天是一个非常 casual 非常舒服的一个主题，就是我的保养特辑。纯粹是有人会偏问我到底我是怎样保养的，所以今天我就直接拍一个特辑给大家知道。 OK， 我的日常保养真的是非常简单，就是洗完脸之后呢，我会上一个 toner， 然后上一个 serum， 再上一个 moisturizer， 然后我就去睡觉。但是如果隔天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或者是要拍摄要上镜的话呢，我就会特别做一个步骤，那就是按摩。按摩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让我的脸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水肿，然后我看起来是 V shape 的脸，小小这样子。所以这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很厉害的机器去帮我做这个动作。2020年嘛，科技就是让你更方便、更懒惰的咯。OK。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一个 Tryme 的贝壳机。Oh my god， 太漂亮了，全红色的，然后它整个 shape 就是一个贝壳 shape， 很轻，然后你可以戴上戴下。重点我开给你们看，这个探头才是最好料的，它这个探头是用亚森一 K 钢做的，大佬啊。拿来的时候呢，上手它就是长这个样的。这样如果你要打开，其实是非常简单，就是好像熬饼干这样子。那大家也讲这个是升级版嘛？升级版跟普通版最大不同就是升级版用的头就是亚森 K 钢的，那普通版呢就是不锈钢。先不要讲亚森 K 钢有什么好处啦，第一印象就是贵咯。以前我们就听过那种杨贵妃啊，那种欧洲王妃公主啊，他们就是很喜欢用黄金去保养。而且你看现在那种保养品哦，里面就会放那种金片啊、金箔啊，然后就卖你500块、1000块啊，真是贵了。但是这个贝壳机不用500，不用1000块，它只要339块。那如果你不要亚森 K 钢，你要普通版本的，也才199块吧。它黄金其实是很好的导热体，我是有读科学的。OK， 这款贝壳机一共有三大好处。第一点，42度的温热可以帮你打开你的毛孔。第二，每秒150下的震动可以很好的帮你把全部保养品都吸收进去。第三，45度的这个刮痧角度可以很好的帮你勾勒出那个 VV 点，就是在家做 SPA 的感觉。接下来就要去试用了，我现在先去卸妆先。OK， bye。洗好脸的状态，然后已经上了 toner， 上了 serum， 上了 moisturizer， 然后除了口红以外，因为不要吓到人。Oh my god， 素颜大公开。我们 OK， 现在我们把日常保养品已经上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一定要擦油。油呢是保养的最后最后一个 step。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啊，以为擦好油之后，我那个脸就会变得很油很腻。油在完全被吸收之后是一点都不会油的哦，而且油还可以帮锁住水分，然后防止保养品丢失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擦油吧。今天擦的是这个 Tryme 油水平衡美容油，那大概是50cc 的分量，然后用手心把它搓热，然后你就可以上。哦，好舒服，很香，都是放很多，我没有在怕油，你知道吗？景象也要带到哦，因为等下景象我们也会按摩。我真是很喜欢 Tryme 的这个按摩油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单单用手按摩，你还没有用仪器哦，你就 feel 到它好像已经是吸进去的那种感觉，不会油油的，而且它味道是超香，就是那种玫瑰、洋甘菊加薰衣草的那种香味，很舒服。就是按摩时间，贝壳机 ，Come on， 这边有一个 button， 你按 on。它其实有几种模式的，就是这个呢，就是有 LED 的，然后它会发热的，也有震动的。那我自己喜欢呢，其实就是第二个模式，就是震动的，然后加温热。那我们现在先做半脸 ，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先做半脸，我自己会从脸颊开始啊，我们做。这一般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从脸颊内侧往外推，而我自己会出一点点力啦，我是觉得红红也不要紧，而且我刚才有放了足够的油哦，其实你是不会伤害皮肤的。它这个角度其实是真的很好推，我很大力一下的嘞，但是我没有觉得痛啊，就是你可以推你这个下颚骨的穴。
你可能大概就是撸个五分钟啊，你一边看下一边撸啊，其实都 OK。现在给大家看看做完一半的差别有吗？我是觉得自己这整边整个是好像提上去了，有没有？现在是一般这边帮我画一条线。你是 feel 到这边是往上提喽，这边有点下垂下垂感觉。像我们现在把另外一边也做了，哇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贝壳肌的那个角度哦，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好了，你就是好像在按摩院给人家做一个全脸 SPA 的感觉，然后额头也要，额头这边就往上推。颈项这边呢，刚才我们都是往上推的嘛，只有颈项是往下推，而且24K 金呢是很好的导入保养品。我这时候会打开 LED 灯， LED 灯就是给它一个舒缓的感觉。我刚才脸是可能按得有点红，但是你开了这 LED 灯，它就有点好像舒缓的感觉。 OK OK， 现在我们按摩完了啦，我们来做一个终极实验，就是到底油被按摩吸完进去了之后，你的脸还会不会油？我就准备了吸油纸，有吗？看到没有油的，一滴油都没有啊！看到吗？有一点点罢了。现在我用很大力的压下去 ，amazing！ 竟然一滴油没有，就是刚才你看我真的是没有在吝啬了，我放一堆油下去按摩，但是结果吸油纸上面是没有油的。当你吸手进去了，你的脸是不会油的，大家不要被误解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其实除了脸之外哦，这个贝壳肌还是可以用在别的地方，比如说你的肩膀，你的肩膀酸痛，或者是你的这个拜拜袖，或者是你的萝卜腿，其实都可以用的。一样，你擦一点油在你的肩膀这边，打开这个震动模式，然后你就这样子。如果是拜拜袖的话，你就把手抬起来，然后一样擦一点油，你从下面往上推上来，这样子，就是往上推，整个手就往上推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对这个贝壳肌有兴趣的话呢，我就把它的这个购买链接放在 caption 那边。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个红色版本之外，其实它还有别的颜色，粉色 Tiffany Blue， 经典不变的黑色，这四个呢都是24K 金探头的。然后它的价钱呢，就是24K 金是339，如果是普通的话就是199。你问我的话，我肯定是推荐金的咯，金的而且它对导入保养真的是很有用啦，所以我推荐大家去拿这个24K 版本的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记得给个 like， 然后分享出去，然后看很多的节目就可以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